啊，你不是说有一堆朋友人呢？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，当然应该要先用餐啊。哈，小芳，是，哎，快去请各位宾客到大厅来观礼啦。是夫人。哎，你爹娘，我必须要跟你们说哦。快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啦。哪一部分？你不想澄清的那一部分吗？啊？好了，算了。马文才，不要拖拖拉拉了啊。此时，媒婆有礼貌的向马文才示意。马文才在爹娘的注视之下。走进轿子，掀开了轿子的门帘，正伸出手准备要带出轿内女子的时候，女子开口说话了：“你来了。”“是，我来了。”“不好意思，造成夫君的麻烦。”“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”“我突然出现，你有被吓到吗？”“有一点。”“哪一点？”“如果你也不想澄清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来呢？”“也。”那是什么意思？没事没事，人来就好。我还活得好好的，你开心吗？我是有一点意外啦。意外？我就知道。什么意思？你在说什么？马文才，换我女儿的命来。女子以马文才身上的绣球红布勒住马文才。来人啦，救命啊，快！是。所有人为了夺回马文才，一起扯着马文才脖子上的绣球。大家冷静，住手！杀！大家冷静，住手！听到没有？你打我儿子！杀杀杀！儿子没教好，我连你一起打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他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！我。大家冷静，住手！众人见状放下了红绣球。此时，媒婆突然间脱下自己的假发。在下祝英台，的爸爸祝青山，请拍手。祝青山，你就是祝英台的父亲啊！旁边这位是我的太太，很冒昧就这样闯入太守府。咱们是来找英台的。找人就找人，有需要打人吗？哎，事情是这样的啊。我家小女祝英台，青春貌美花正开。你们马家来提亲，要她嫁给马文才。干我屁事！你不能这样子。他根本是白痴。哎，你没事干嘛骂人呢？没事，突然唱歌不是白痴是什么？太守啊，实在是非常失礼。祝青山确实有要事，必须到太守府拜访，期盼太守能帮忙解决问题。你们是来拜访还是来杀人啊？不要讲得好像一副你没有动手的样子啊！哎，安静哦，你们都有份哦。哎，祝员外啊，哎，你我都要结为亲家，但为何亲家用计闯入太守府啊？哎呀，你们当官的人可不可以学着讲重点啊？他的女儿都还没有过门呢，不要在那边亲家长亲家短的。你儿子杀了我女儿，我才没有嘞！哎，祝夫人，谋杀罪名不是你说了就算了、啊，你可有证据啊？我女儿坐着你家的花轿出门，结果贴身奴婢跑回来说小姐死了，不是你们杀的，还会有谁？贴身奴婢杀的、啊？胡说！有你这种厚脸皮的妈妈，就会养出这种杀人犯。名字也不要给我放干净一点啊！要不要看一下你现在站在谁家？怎样？难不成是要把我们全部都灭口吗？当然不是啊！哎，太守夫人，安静点哈！哎，祝夫人啊，谋杀罪名不是你说了算啊！你到底有没有证据啊？他刚刚承认的。我哪有啊？他说看到我非常意外。看到新娘那么老，能不意外吗？你说什么？祝夫人，好想。我跟你得到的消息是一样的啦。我在半路上遇到迎新，然后他告诉我说英台小姐投坟自尽了，后来还又哭哭啼啼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，然后人就跑掉了。就这样。我知道的就只有这样，我甚至连尸体都没有看到哎、欸，但是因为行程实在是无法耽搁，我就只好先行回府了。祝夫人啊，你可曾看到尸体啊？没有。老爷啊，你有没有问过迎新呢？迎新可能是刺激过度，他只说小姐跟、那个小姐跟少爷变成蝴蝶飞走了。是的，什么少爷啊？哪一个少爷？哪有什么少爷啊？这我知道。英台小姐自尽的坟墓上面写着梁山伯。谁是梁山伯？马文才。